死定了。那三唱球就有收台，那不是减肥快了？各位朋友们，我的终于来了。是我们的小正哥，我只是协办而已。欢迎大家来啊！大家要吃什么喝什么，就找这黄色衣服的结账就可以了。黄色衣服。啊自投罗网，我是小郑，今年二月才开始爬山，然后刚有幸加入就是这么棒的一个大家庭。今天我主办这个活动也很开心，大家都可以来，然后就是大家今天就吃得开心，玩得开心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怡，叫小怡就好。大家十月才开始爬山，然后就跟着小吃一起爬。然后大家如果有空晚上想要夜爬的话，可以找我，因为我都在台北，然后我上班时间太忙了，所以我六日还有在打工，所以我可能要平常晚上比较容易夜爬。大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亮，叫我阿亮就好了。阿亮。他是我的朋友啦，他就是有时候我都是找他爬山，然后之后是认识到小吴的。都被讲完啦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。大家好，我是爬山的新手，虽然爬了一年多，但是体力还没有很好，很高兴啊，能够在爬山的这个阶段哦，然后认识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日啊，就平常的时候，能够跟我们一起出来爬山，很好玩哦，谢谢。他都会在一边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他在一边，我可以做什么？那是惯例吗？每次每座山的地点我跟着他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吴哥，我其实是那个小吴哥的前同事啊。我跟你聊天啊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讲太慢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最近刚创业，所以没有什么时间，后来就都没有再跟小吴哥一起爬山了。他开药局的，所以说你们需要什么高山症的药啊、护膝啊，都可以赞助。对对对，我是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永记，永记的永，三国志的记，我也是一个爬山新手。那如果大家六日的话有去爬山，可以找我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Sammy， 我也是才爬山两年。但是我的百岳进度很弱，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我一起爬山，谢谢。我是玉轩，爬山爬了一年多。我是洪敏，然后我们两个是爬山一起认识的，然后。我真的很谢谢小吴哥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从宜兰回台北，然后车子抛锚，然后是小吴哥把他开车来救我们的。没有跟大家一起爬过山，所以我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我们可以一起爬。我是 Amy， 就是很常在群组问你们问题，但是还没有跟你们一起爬过。啊，不是要爬玉山了？对，下个月。可以问我，我也是周末比较有空，过夜爬，因为我也在台北市，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爬山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Amy 的朋友，我跟他认识十年，大学同学，然后是他带我一起爬山的，我也是菜鸟，才爬一年多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也是因为爬山所以才认识大家的，我大概爬山一年多，希望之后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爬山。大家好，我是晶晶，然后体力超差，永远都是变化的那一个，所以太难的都不要找我，谢谢大家。我在基本工作，之前都是玩冲浪，没有在爬山。之后如果有机会，可以去爬山。那这个最强入境的。大家好，我叫小菊，然后就你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。不常在群组里爬山，因为都在南部。对，就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我姓花，所以叫花花。下线。大家好，我是 Angel， 那我也是周末的时间比较有空，那希望以后可以跟大家一起爬山。大家好，我叫 Shiki， 也是今年五月跟小吴哥在前南华相遇，然后就加入群组跟大家一起爬山，那希望未来可以跟大家一起多多爬山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杜文，我是小镇的朋友，我其实才认识大概四五天而已。本身会潜水，因为我之前在柏流潜水过，假日比较空，因为平常是做业务比较忙。大家好，我是庆，我现在有在做一个 YouTuber， 就是自己的一个兴趣，也是爬山认识的小吴哥，然后再就是我们第二个 YouTuber， 目前还有在发布影片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啊。订阅加分享，这个不是结尾吗？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
快了，太快了。我先请小哥先抽出第一个要来抽礼物的人。是吧，小哥？是莎莎。三块三，进了。啊，怎么一开始叫我？它是一只动物，用途也相当的多，能协助您找东西，对修车也有帮助，露营的时候也用得到，然后道还解错。也是白月的好伙伴，只要有了它，就能跟着小吴哥一起爬山去，耶、yeah! ！来哦，刚刚什么？几号？红星四九居的啊，他把它带回家。来寄给你，我忘记带了，帮你跟我回家。给特水饺。刚才有刷刷礼物。我的礼物是爬山的时候可以穿的。哦。在哪里？在下面。花花的。朝阳组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没有事吧？对啊，登山可以用啊。金金的朋友，金友，金友，顺便打他。谢谢。金金的朋友送朋友啊？对啊，这个操作。对啊，是男性朋友还是男朋友？男性朋友，金死坏了，抱歉。爱心二，矫正的。办公室，哎呦，亮哥的哦，我在后面啊。对，你为什么不站起来给礼物呢？对，亮哥，上新歌，上新歌，上给人家。开心，我觉得超实用，而且身为一个男生就一定要用它。是一个人用还两个人用？你可以分给大家用，给大家用。三块六，给你有。苹果，方块七，方块七，方块七，六颗。你用不到，就不管是登山或者平时都用。哇，太心酸了。谢谢，谢谢。然后开就知道。好，啊，小吴哥，一定用得到，你用得到。请问是什么星座？今天几岁？爱心吧。黄哥的，黄大哥的。黄哥。哎。我们交换礼物。这是交换礼物。爱心的啦。爱心十一，娟娟。收到我的，这个非常实用，谢谢。爬山都用得到。来，这拿起来一次，再拿起来一次。爱心六。爱心六是视频。三块五 ，Amy 的 ，Amy 的，把它扛起来，把它扛起来。谢谢。耶。这里。送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。哇 ，YouTube 以后你就这个戴这个帽子。请订阅小镇就爱爬爬走。我自己先开始喽。梅花，梅花二。我的，我的，是我的，我的超地狱的。多爽啊！因为我想要看抽到的人的，我的很地狱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用在头上。头上。小哥，在山上怕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用的礼物。我也是在问无聊啊，有时候爬山很无聊，可以自己边撸小车啊。上山已经背不动了，怎么可能背这个？好可爱啊！会不会太好了？好可爱啊！上山，哇，你死定了！那这里钢琴有到家。
你上山哈、哦，不管发生任何的肠胃不适，都可以用，都可以用。都没录完，你妈的嘞！你把电玩大甩在盒子外面，谁要去摸里面的东西啊？哇，那是，那个是蜘蛛。哇，很可以的地狱哦。对，我倒出来了，他把倒出来，我靠！直接盖起来了，拜托。沾面一样有小写字，它是一种植物，只要有了它，在深山的夜晚里，它可以照亮您的周围。如果在山里迷路了，它还能为您发出求救信号哦，还能帮您处理三餐，是不是很棒呢？钻木取火，是不是很棒呢？还蛮合理的，蛮合理的。黑桃酒，冰晶的，为什么要大？这什么？饼干吗？饼干哦，晶晶的爱心小卡片。虽然台湾的圣诞味没那么浓厚，但我的祝福很浓厚。今年辛苦了，明年也加油。梅花五，黑米的，不求人的那一种啊。小哥，我们要应该先做点奖。哦，边敲边吃零食的概念就对了。爬山的时候要背这个负重。啊，先放在脚底板。黑桃六，黑桃六是视频的吧？这也太不错了，这个太天堂哎，对啊，好可爱哦。黑桃六，晶晶的晶晶的朋友，谢谢。好远。铅笔，是不是尽力币？还要抽签哦。抽到什么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日之计在于其晨。哇，很适合你哎！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哦，吃了。疾风知劲草，路遥知马力。一几号？我觉得他很恐怖哎。说不定好笑啊。八号，红大哥。是什么？酒杯啊，下杯哦、喔。那个是伤心蜡烛塔。我刚失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所以这是放蜡烛的、喔，蜡烛嘞，在后面啦、啊，这里啊。放酒这样喝的、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可以可以。没有，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。吓一跳。找不到。黑桃山，移了移了。还有吗？梅花四，来的。好暖暖包，这也还好啊。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还尖叫鸡啊！在山上求救的时候可以。哈哈哈哈哈。黑老师，今天呢？这可以拿来做烘焙，可以放烤箱。好棒！还是可以拿来做花草。马克杯，这是好礼物吧？是好礼物啊！梅花七，不可不可。贴膝盖的，然后睁眼罩，睁眼罩不错哎、欸，那天地狱啊，那我叫天堂吧。这个蛮地狱。2022年的年历，黑老 K， 我靠，一把竹筷子，三个用，哎，这才地狱吧？你们都那么好，四号，黑老师，你是不是减肥快啊？有点笨呀你。你跟我回家好，你们那个一起跟我回家，好烦啊！你先。七八打开，剩下两个就是不放了吗？哇，早上
亲子票，亲子票，啊，也是暖暖包。很开心今天就是搭的捧场，等一下我看到那就好笑哦，哇，这两只。今年我们是第一年了，明年希望我们可以办得更正大。就今天谢谢大家的捧场，谢谢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！你不要比中指。